经本科注卷下第32页，请看经文，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夜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逼近。这段经文是给我们做一个比较，显示地藏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有特别的缘分。文殊、普贤、观音、弥勒跟我们世间也有很深的缘分，并不在地藏菩萨之下。此地比较的是誓愿，所以说其他的菩萨在六道里面度化众生那个愿还有终了的时候，唯有地藏菩萨发的愿呢没有重量啊，所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那么这个愿呢，比诸佛啊，比诸菩萨的愿呢，确实显得要深重。那么我们知道，像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都是古佛再来啊，示现菩萨的身份，在六道里面度化众生。那么佛在经上说过，文殊菩萨过去曾经做龙种尊王佛啊，这说明九元界之前呢他们都成佛了，现在在这个世间呢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正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是这么个意思，我们要懂得。再看下面经文，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偈数，如千百亿恒河沙。这是说明地藏菩萨以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一切众生，时间之长无法计算，菩萨生生世世累劫都发这个重视。我们在地会里面所看到的，在续品里面看到法会出席的大众，十方诸佛如来，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成佛的人数
已经不可思议。老师依旧是以菩萨身份在帮助一切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集中累德教化众生，不在乎自己的名位，不在乎个人的利益。地藏菩萨几乎是把这桩事情完全为我们做明显的显示，教导我们应当怎样去学习。那么也许有同学要问，佛门经里面说过，愿以佛身而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就现佛身而为说法。那么地藏菩萨能不能现佛身而为说法？当然能。地藏菩萨如果遇到这一类众生，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当然也现佛身而为说法。理事我们都要圆融去体会，不能够偏在一边。由此可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无不是活活泼泼，随机应变的，决定不是呆板的，非常活泼，所以才能令一切众生开悟，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请看底下一段经文，世尊，不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柱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展礼赞叹。那么这段文是说出能够供养修福的人，特别指出来了未来。未来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现在众生，这个里面有两个讲法。一个讲法是世尊当年在忉利天宫讲经说法参加的这些大众，在现在众生。另外一个意思就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这个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之前，都是属于未来世。
未来现在众生，那就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只要我们遇到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只要听到这个法门，那我们就属于这一句里面呢所说的。那换句话说，他真是说着我们呢、啊。应当怎样修法呢？于自己所住的地方，在南方清洁之地，是不是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在这个南方呢？这个我们要明了。如果他这个房子建筑是坐南朝北，那这个很好，那这个方向就正确了。如果他的建筑是坐北朝南，那南方是他的大门口。你想想，是不是在大门口上供地藏菩萨呢？绝对不是的，一定要如华严经上的表法。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向南方，那个南不是指的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我们明白这个意思，那这就好讲了。凡是供地藏菩萨那个方向就叫做南方。各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那么自己家里面或者有佛堂，或者没有佛堂呢，供在你家里这个厅堂上。但是供养呢，一定是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上方。那这个房间哪一个方位呀算是上方呢？它这个位置，这个房间呢，也许只有一个门，也许有好几个门。无论从哪一个门里面进来，他第一个见到的这个位置就是上方。所以像我们现在这个教室，我们坐的这个位置是上方。这里只有两个门进来呀，我们第一个看到。那么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方向的时候也算上方。进来的时候也能够都能看见。那么像许居士坐的位置，这就不算上方。宽容法师坐的位置不算上方了，人走进来你看不见。这个上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上方这是最恭敬的。那么地藏菩萨供在这一边，这就是南方了，不一定去找那个东南西北的位置，要明白这个道理。南方象征光明象征智慧清洁之地，这句很重要。供佛的这个地方一定要清洁，印光大师曾经说过，有些人
在自己房间里面供佛像，啊，卧室里面供佛像，请教印光大师如不如法？啊，大师说过，三宝形象所在之处，就如同大雄宝殿。在这个里面呢，要起恭敬心啊，所以这个卧室里面一般呢不供佛像的。卧室里面供佛像是在什么场合之下呢？在病重的时候，求往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没有一切顾忌，一切时一切处念念当中都不离开佛像啊，这个可以供佛像。第二种呢，虽然没有生病，求往生的心切，希望早一天放生，往生，希望早一天见佛啊，这个绝对不是以懈慢心来供养，极其尊重啊，如同父母盼望这个儿女盼望父母一样啊，是以极其虔诚孝敬之心。不一定要懂 啊，而不是说供养佛像，佛菩萨保佑我，我这个房间有妖魔鬼怪啊，供佛菩萨形象来辟邪的啊，或者把它当作艺术来欣赏的，那就有罪过了啊，那是决定不可以。所以凡有三宝形象之处啊，如同大雄宝殿啊，印光大师这个开始很有道理啊，我们应当啊要依教奉行。那么底下说呢，做龛啊，龛是供养佛像的小屋子，做龛啊，用土、用石头、用竹、用木都可以啊。那么现代中国人对于这个龛石不太讲究，可日本人很讲究啊。你看日本人，不论大的佛像、小的佛像，一定有个龛石啊。他在拜的时候，他把那个小龛石门打开，拜完之后他把门关起来啊，这个很有道理啊。日本人实在讲，从隋唐那个时代学去的，一直保存到今天啊，他没有改变啊。所以日本人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效法的。不轻易改变古圣先贤的教诲，事中能说话，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啊，这个龛石里面供养菩萨形象，这个形象画的也行。塑的这个菩萨像也行啊，无论用的是什么质量啊，这底下举了几个例子，金银铜铁是金属啊，木雕的也行
泥塑的也行啊，都好啊，你能够供养啊，烧香供养，展礼赞叹，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意义何在？不一定要懂得。第一呢，是让我们升起礼敬之心。普贤菩萨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啊，这修行十个纲领啊，第一个礼敬诸佛，见到佛菩萨的像啊，礼敬的心呢就升起来了啊。我们要将礼敬佛菩萨这个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如是礼敬，对一切事啊也如是礼敬啊。敬事就是认真负责，尽心尽力把这个事情做圆满，这对事的礼敬，对物亦复如是啊。像这个坐一板凳啊，我们对他礼敬不是对他礼拜，是把它放得很整齐，擦得很干净，这是礼敬。如果摆得歪歪斜斜，这个里面又有灰尘肮脏，没有去处理，这个就是不敬。所以说，对人、对事、对物啊，只有一个真诚恭敬的心啊。那么这是供养佛菩萨形象第一个意思啊，我们真正的受用啊。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佛菩萨也是从凡夫修成的，他今天成菩萨了，成佛了，我为什么还做凡夫啊？所以我应当效法菩萨，向菩萨学习。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也要做佛做菩萨啊，激发自己的高尚的志趣啊，这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见到佛菩萨的形象，就想起佛菩萨的教训；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就想起世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教训。要牢牢地记住啊，要深洁意绪，依教奉行啊。所以供养佛菩萨形象有这三种意义在啊，不是迷信啊。这个外面一般人说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是供养拜偶像，错了，他完全误会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佛家供养佛菩萨形象意思很深很广啊。归纳起来，它是教育，没有离开教育啊。何况这个里面还有
返本报时报恩的意思在啊。我们做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遇到有些人有疑惑，我们应当给他说的，让他了解供养佛菩萨形象啊真正的好处利益这个利益是切身的利益了，现前的好处哪里是迷信这感恩赞叹赞叹就是说明为人也说自己依教奉行是赞叹为人也说也是赞叹请看底下经文世人居处皆得十种利益下面说的十种利益何等为十呢一者土地丰壤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王升天四者现存一寿五者所求随意六者五谁何在七者序号辟除八者杜绝噩梦九者出入神户十者多欲生厌那么这十种利益这就是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好处哪一个不想得到可是诸位呀，一定要记住刚才讲供养佛像四个意义如果你不懂得这个十种利益得不到你供养佛菩萨的形象实在讲是迷信的你怎么会得到经上讲的利益了这是你供养的不如法不如理你只有形式上的这个供养没有实质这个是你能不能得利益你能得利益多少都在你的用心你的心行与佛的教诲相应你就得利益相应的程度越高你得的利益就越大怎么样相应呢总不外乎信念行这三个字对于佛菩萨的教诲我们能相信的能理解能发愿能奉行这一部经典里面
文字看起来好像并不很深啊，似乎都是一些故事，可是理呀很深很广啊。我们这一次跟诸位报告介绍，因为受到时间的限制啊，没能够细讲，这是略说而已。将来如果有因缘，我愿意仔细地把它讲一遍，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注解啊，他引经据典的旁征博引啊，注解的内容啊非常丰富啊。所以你能信能解能愿能行，就得这个利益了。利益无边，归纳为十类啊。头一个，土地丰壤；第二个，家宅永安。这两句现在人讲风水线，风水好啊，为什么你会得到这么好风水呢？心好啊，正是境随心转，你何必去看风水，用不着啊。只要你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心善行善，这个我居住的环境生活环境啊，自然就转好了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呢，跟自然环境就是世俗人讲的风水佛家常说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啊。那处处是好处啊，啊，处处是讲环境啊，哪有不好的呢？佛菩萨居住的一切都好，哪有不好的？啊，这个道理啊，《楞严经》上所讲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如来就是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处处是好处。为什么呢？如来能转境界，凡夫不能转境界，反而被境界所转，那个麻烦就大了。哎，你要求好日好事好处，到哪里求啊？啊，一生都遇不到啊。到处找也找不到啊，找在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不错，嗯，很好，在这里住个房，建个房子来住，哪里晓得旁边有妖魔鬼怪，有很多野兽，厉害，搞得你居住不安。这什么原因呢？心邪。心迷呀，你就转不了境界，你就被境界所转了，被境界所转的凡夫啊。
能转境界的人，圣人啊。什么叫圣人？我们前面也解释过，大家不要忘掉，圣人就是明白事理之人。那我们中国人称圣人，在印度称佛菩萨。这个佛菩萨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明了真相啊。在中国人说明白宇宙人生真相，就称他做圣人。所以说十种利益，第一个土地转让。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大环境地球，地球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几乎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自然生态被破坏了。这些年来，年年灾变无穷啊！次数一年比一年多，范围一次比一次扩大，一次比一次严重，这怎么得了？地球上自然生态怎么破坏的？人的思想、言行、与性德相违背呀！世间人不明了，以为这些自然灾害呀、与我们人类不相干，人类的思想行为不相关，错了啊！佛知道的清楚啊！所以经上常说，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地球是医报啊，正报是人心呐、人心善，就土地丰饶。家宅平安，人心不善呢，就灾难重重。人为的灾难，战争。自然的灾害，就现在越来越多了。水灾、火灾、地震，现在还有温差的变化，甚至于保护地球大气层的臭氧破裂了。最近报纸上登的这个消息，现在这个破裂的时候越来越严重了，原来的面积不算太大，现在听说面积几乎有美国全国那么大的范围。这个麻烦呢，臭氧层保护地球啊，吸收这个太阳光里面的紫外线，如果没有臭氧层的保护，太阳紫外线直接照到这个地球，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大概有三分之二不能生存。所以这个臭氧的作用很大了。科学家们的研究，
如果臭氧层再恢复原状，至少要好几百年。啊，那么这是科学家根据这个数字来统计。那我们知道，不需要，只要人心向善。它怎么破坏的呢？人心呢，这是第一个因素啊。如果你要说是这个地球上排这个些废气污染，那应该是全面的污染，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排这个废气，为什么单单跑到南极呢？难道全世界排这个废气全部都集中到南极去？哪有这回事情？人心啊！所以现在是这个自然生态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人为的灾害这个危机也越来越显著。所以这个十种利益怎么可能得到吗？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共业里面呢还有不共业，这是给我们一点希望啊。共业里面还有别业，所以是公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了。如果我们真正能修，行啊。我们还是能够得到这个利益的。问题是你肯不肯真修啊？不懂方法，不能够认真去做，那你就赚不了了。你明白理论，懂得方法，又肯认真去做，转得很快。会转，体质会转，你居住的环境会转，居住的小环境会转，大环境也会转。我们今天看到全世界的灾难，居士林这个道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有没有贡献呢？极大的贡献。世间人不承认，你们在这个地方念经念经成佛号有什么贡献呢？他不承认，可是诸佛菩萨承认，天龙鬼神承认，这个理论我们在讲席上跟诸位报告很多次了，用他们科学家的说法，不动的互相干扰。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有波动的现象。最简单的原子，氢原子是最单纯的了，一个原子核，一个电子，那个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在转呢，它像是个动向，既然有动，它就产生波，波大别可以分为三大类，
啊，光波，声波，震动的波，啊，那么都可以称为电磁波，它有波动的现象。这个波动现象正常，这生态就平衡。如果波动的现象不正常，啊，不正常的这个波动啊，干扰着正常的，啊，地球这个自然生态啊是个正常的。可是人心呢，这个波动不正常，于是影响到地球的那个波动，所有一切物质的波动影响。道理在此地。那么现在我们念佛这个波是最殊胜的波，极正常的波，啊，这个波真诚，跟诸佛如来的慈悲心波能集合在一起，这个力量极大，可以平缓世间人贪嗔痴慢的这个邪恶不正常的波，能够把它减缓，这就减缓了灾难。道理在此地。今天科学家们他们的研究偏重在物质的波动，疏忽了这个心理起心动念的这个思想的波动啊，他们疏忽了啊，不知道思想的波动啊可以改变物理上的波动啊，这是佛家讲境随心转啊，佛又曾经说过，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才晓得思想的波动啊，是一切万事万物的主宰啊！啊，那我们今天念佛这个波动好啊！啊，我听同学们跟我说，在外国有很多外国人听到这个念佛的佛号，他非常欢喜。他听到之后，他这个音乐，他把当音乐来听。他这个音乐能够叫我们心很平静，啊，他这个音乐从哪里来的？啊，问我们要这个录音带。啊，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证明啊！啊，这个思想的波能够平息他妄想的波，能够和平一切众生的妄想的思想波，那么你就能够转变了物理上的波动。所以才有土地丰饶，家宅永安呐。啊，过去曾经有人问过我，啊，他问我会不会看风水，我说你怎么想起问我的话？他说和尚应当都会看风水啊。为什么呢？他你看看中国这些丛林寺院，都是建筑在风水最好的地方，所以他认为啊，这些和尚都会看风水。啊，我听了之后，我想想告诉他，不是和尚会看风水，和尚根本就不会看风水，和尚心好啊，行好啊，好人呐，好人住在那个地方啊，不好的风水就自然就变好了，是这么回事情啊。
啊，风水随着人心转呢、啊，不是人随风水转呢、啊，没这个道理啊。所以看风水家曾经说，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那个福地好风水，你没有福报的人，不福的人，你住在那个地方没几天就很死了，没福嘛。这个话说的也很有道理，最重要啊，你要修福。你能够修福，一切都转过来啊，所以这个十种利益就是心转境界的说明啊。你想想看，你能够学地藏菩萨的存心，学地藏菩萨的发愿啊，地藏菩萨存的什么心？孝敬之心。孝养父母的心，孝养法界一切众生，这还得了吗？你奉事师长的心，奉事法界一切众生，你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尽未来季节，永远不中断呢、啊，是不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这种心行宏愿是多么的伟大，所以他的境界全转了。我们能够抓住这一部经上修学的要领。如理如法的修行，这个十种利益当然现前，哪有不兑现的道理？如果你不懂得理论，不懂得方法，看到这个经文，哦，你也是依照这个模式去做，不像啊，不是那么回事情啊。画个地藏菩萨，雕塑一个地藏菩萨，在家里供养，你就得到了，没这回事情啊！一定要明理啊，要懂得方法，怎么样转变自己啊？自己过去种种的错误啊，思想上的错误。见解上的错误，行为上的错误，一桩一桩把它改正过来，所以从心理上下功夫啊。心理上健康，物理上啊，我们身体是属于物质啊，物理上就正常啊。就恢复自然的生态，自然的生态就是最健康的生态。啊，所以读这段经文，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然后才知道佛经里面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虚妄的这个土地丰壤就是世俗一般讲啊，
收成好啊，五谷丰登啊，风调雨顺啊，家宅永安，家宅是你居住的地方啊，平安啊，幸福啊，先王升天，这个在本经里面已经说的很多了，子孙孝顺，子孙学佛，祖先也沾光，子孙做了菩萨了，菩萨的祖先，他无论在哪一道都受到人尊敬，我们在这边看婆罗门女、光目女他们的先人都落在卧道里面，女儿孝顺，女儿学佛，如理如法，证得菩萨的果位了，所以他的母亲呢立刻就被这些鬼神送到忉利天宫去享福去了，为什么呢？菩萨的父母怎么能够把他关在山土里面，所以佛门当中常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啊，这过去九代的祖先呢都升天了，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现在怎么成佛？给诸位说，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所以念佛真正求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祖先是九代的祖先都升天，这才叫真正报恩呐。我们要超见祖先，就把祖先怎么个做法呢？念佛，一定要自己有成就，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的，婆罗门女念佛得定了，在念佛法门里面至少是四一心不乱，他在念佛三昧，你看他在定中见到地狱，游览地狱，地狱里鬼王接见他称他菩萨了，他自己还不知道他称了菩萨，鬼王称他菩萨，光目女也是念佛功夫浅一点，她是梦中的境界，不是定中，效果没有婆罗门女那么殊胜，但是感应也不可思议，在我们想象的那应当是功夫成片，没有功夫成片的收不到这个效果，所以你度这个仙人，你把他度到什么地方，他得多少利益，完全靠你自己修学的功夫啊。
修行的功夫深了，先人得利也大；你学学的功夫浅，他得利也少。我们要想报恩，怎么个报法？这就明白了。一定要断恶修善，一定要发心做佛。《无量寿经》讲的阿弥陀佛的境界，这一部经上讲的地藏菩萨的境界。我们把无量寿经字字句句都落实到生活当中，你就是阿弥陀佛，你就做佛。将本经里面字字句句落实到生活当中，你就做菩萨了。佛的教训要做啊，不是说，说了没用处啊，要认真去做。第四呢，先成一受。先成是谁？你的家亲眷属啊。是你自己，自己就更不必说了。现在还活着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沾光了。你看，你一个人修行，一家得福，你先人都得福。不但你一家得福，你所居住这个所在，这些邻居、街坊，你修行的成就越大，得福的范围就越大。能令呢一个地区得福，一个国家得福，全世界得福。你肯不肯真干呢？要想这个地区、社会、国家、世界得福，一定要忘我绝对没有自私的这个念头，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人民，为一切众生，这种修行就是世界得福。所以这个现成就扩充到整个世界，先王也是整个世界。我们道场里面超度供的这大牌位，不是哪一家的，全世界的。这一些死难的众生，我们是供全世界的。那么现在还活在世界上这些人，希望他们都能够活得平安，活得幸福。我们将修学的功德一切回向，回向众生，回向法界。不得所求随意。这个就是所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如理如法的求，
定有感应。我们自己如理如法的祈求，求还没有感应，这是什么原因？语言没成熟。你这一念祈求的心可贵呀，为众生求的，不为自己求的。为众生求而没有感应，众生福不够。我们希望建一个念佛堂，念佛堂建好了，没有人来念佛。因此所求啊就没有感应了。我们看看现前大家所祈求的，几乎真的是有求必应。什么原因？大家真想念佛，真肯念佛，真懂得念佛，不是少数人，多数人，所以这个感应不可思议。所求随意呀，佛菩萨在安排呀，安排的都是恰到好处啊。所以人要有善心，要为众生，要为正法久住世间。我们一生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不是为一个地区，是为整个世界，是为一切众生。希望在这个地球上，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彼此尊重，互助合作，共同创造和平兴旺繁荣的社会，这是我们的愿望啊！我们自己绝不在这个里面贪图丝毫名闻利养，我们愿意过我们清苦自在的生活，这是真正的大乐。六者无水火灾，今年水火灾难很多，那么大家认为这个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有人为的因素，人为的因素是语言。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自然灾害的因啊。如果把这个因拔出，世间人都能够觉悟，消除种族的隔阂，消除宗教信仰的旗舰，
能够像佛菩萨、像上帝爱护世人，不会伤害一个众生的。帮助一切众生和平共存，众生要懂得彼此互相尊重，互助合作。这个世界人为的灾害、自然灾害通通可以免除了。第七，虚耗密处，这个虚耗要用现前经济风暴来说呢，那最恰当不过。现在社会讲的经济危机，这个灾难也能够避除。最近这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各个地方预言很多，很多都是古老的预言，3000年前的，几百年前的，很多啊，都出现了，都在各地上啊流行了。大致上，这些灾、这些预言有一个共同的说法：这个世纪末有大灾难出现，归纳这些灾难呢，大概有三种。第一种，人为的，核子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毁灭性的战争。第二种呢，经济总崩溃，虚耗。第三种是自然灾害。这个地球上会产生地壳的变化，这个问题严重。地球在空中的运行倾斜角度上也会产生变化，那么就给全世界这个气候完全反常，可能南北极变成赤道，赤道这个地方变成南北极，这一个变化就影响整个地球上的生物。生物会带来毁灭，然后慢慢在适应气候再生长那不知道又要多少万年才形成像现在这个样子这个灾难非常可怕现在大家归为自然灾害，不是人力能抗衡的说这种话对于事实真相没透彻了解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中国古老的说法也有一句话说，人定胜天，
然是什么？就是自然。人心不定，这就没法子。人心要定啊，自然灾害就能灭除。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啊。所以今天佛法，我们要全心全力来推行，为什么呢？希望拯救这个灾难。纵然我们没有能力消除这个灾难，希望这个灾难减缓，希望灾难的程度缩小。至于小到什么程度，延缓到什么时候，要靠我们的功恨。所以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去做，决定要转恶修善，决定要舍己为人。我们跟整个社会大众是一体，这是首先要认定的。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自然环境与我们是什么关系？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我们要发心，怎样报答众生？我们天天念回向偈，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如何落实呢？要懂得报众生的恩，报大自然环境的恩德，报天地鬼神的恩德，才能消除一切灾难呐。这些问题非常现实，或者杜绝噩梦，这是自己的事情，确确实实。纵然有梦啊，绝对没有噩梦。没有噩梦，晚上睡觉睡得好啊，睡得安稳。心思邪恶之人，邪是讲邪知邪见，他的思想见解错误，错在哪里呢？自私自利。念念当中损人利己，这个叫邪思啊。恶是食物，身造杀盗淫，口妄语，眼舌恶口绮语，意贪嗔痴，这叫食物。如果是邪恶之人，那就常常做噩梦。换一句话说，睡眠都不安稳了。
那个日子就过得很辛苦了。如果我们能够把邪恶断掉，培养真诚心，无论对人对事对物，一片真诚，不自欺不欺人，清净，清净是绝不污染，不受外面环境的污染，也不会受自己内心烦恼的污染，你心得清净了，修平等，修正觉，修慈悲，慈悲是无条件的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是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真正生活在大爱之中啊！能够舍己为人，只要是能令一切众生得福利，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真正是大慈大悲，深信难闻，怎么会有噩梦？学佛的人如果还有噩梦，自己应该警惕。什么原因？功夫不得力。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功夫得力，第一个现象噩梦没有。还有噩梦，功夫不得力。久者出入神户，这个神是护法善神。出是说出门，现在是旅游的机会多了，若是回来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旅游，学佛的人也有去参学，参学也好，观光也好，旅游也好，你在在处处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护你，不会遇到一些灾难，你遇不到啊！你有这些善神保护，跟你同行的人也都沾光了。他们也得到平安，也得到啊这些护法善神保护了。真正修行重要啊！佛法给我们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利益，现实的利益，不是空说的，不是迷信的，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幕后一种多于声音，这个声音就是讲的缘分的，你常常遇到
好因缘啊！啊，这个因缘是什么？是成佛、成菩萨的因缘，圣因。常常遇到开悟的因缘，增长道业啊，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学佛的同学成就的高下都在语言不同啊，如果你遇到的语言殊胜，你成就就殊胜啊。古来的大德，那是隋朝以前的净土教传到中国啊，那些大德们总认为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身啊，应当都是菩萨了，菩萨往生的上品上身的，凡夫做不到啊，凡夫大概都是下辈往生的啊，古人有这个说法啊，善导大师把这个说法修正了啊。那么在中国传记里面记载的，说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如果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么这个修订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善导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我们应当深信不疑，与语言不同啊。那么今天居士林净宗学会啊，筹建弥陀村，这个语言是第一殊胜的因缘，真正是稀有难逢啊。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非常有幸能够遇到，遇到这样殊胜的缘，这真正是圣因，能在这个里面修一天啊，都是你多生多劫积的福报，如果不是续世的善根，这个道场你想在那里念一个小时都不可能啊。我们念佛堂起建才三个月啊，同学们到这个地方来念佛，即使是时间很短，念个一支香两支香，他来告诉我他的感受啊，确实不一样啊。一生当中见过许多道场，参加过许多法会的共修，没有这个地方殊胜，没有这个地方感觉好，
许多人说这个地方磁场很好，真正踏进念佛堂啊都不想出来，说明道场啊很有摄受的力量。谁的力量呢？决定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没有啊。三宝的摄持啊，真正是诸佛护念，善神拥护。所有才有这样殊胜的气象。十家大家了，得到这样美满的受用。多遇甚因，你的缘分好，你常常遇到正法，常常遇到善知识，常常遇到好的同参道友。是缘分的，你也要靠自己真修才能有感应啊。像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叫静心遇缘，你才真的利益了啊。以清净心、真诚心、慈悲心遇到缘，就能得受用。如果心地不真诚、不清净、不慈悲，遇到这个缘，也等于没有遇到，空过了啊！所以《地藏经》对我们修学、对我们做人、对我们生活关系太大了。这部经里面全部的教义归纳起来两个字：孝敬、孝亲尊师。所以古德说这部经是佛门的孝敬，这个说法没错。孝敬这两个字对中国人来说不陌生，而实际上讲孝敬这两个字怎么讲，恐怕能说得出来的人就很少了。如果往深处去说，那知道人更少了。孝敬这两个字的含义深广无尽的，把这两个字做到圆满了，那就成佛了。菩萨在做没有圆满，成佛才圆满。所以我们常讲等觉菩萨还有一瓶身相无明没破，孝敬就不圆满。那么由此可知，孝敬这两个字是佛法的大宗旨法门。所谓宗旨法门，就是教学的总纲领、总原则。佛法教人叫什么？叫孝，叫敬。必须要将孝敬扩大。孝顺父母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奉事师长扩大到奉事一切众生。这个就是菩萨心啊。
佛行了。然后你才会常常遇到佛菩萨，多遇深因呢，常常遇到佛菩萨，常常有人呢教导你正法，我们世间人讲啊，你的运气真好啊，啊，别人想遇都遇不到啊，你怎么偏偏遇到啊？刚才讲自己要具备一个虔诚的心，好学的心，利益众生的心，你就会遇到。实在说，诸佛菩萨善知识哪个地方没有吗？哪个时候没有吗？一切时一切处多得很呐、是我们自己有眼不认识、遇到了等于没有遇到，真真可惜。是我们自己不具足条件，遇到了也是空过。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留意，真正的善知识，念念都有传法这个愿望，可惜找不到人了。只要发现有真正想学的人，越心教导，而且都是义务的。我们讲堂里面大家在那看到的就我几个老师，我三位老师，对我的教导都是义务，我没有能力交学费，我没有能力供养啊。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非常艰苦啊，我不能供养老师，老师还要供养我，还要照顾我的生活，这一生一世念念不忘啊！老师虽然不在了，韩馆长护持虽然不在了，我们讲堂里面供养他的遗像，我们在这个地方修学，等于老师在现场一样。不忘恩德，所以才能够多遇深因。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了。